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瑞。今天呢，很高兴和王浩洋老师啊一起，我们来共同关注第23届农心辛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三阶段的首局。啊，浩洋你好，王瑞老师好，哎，观众朋友们，那个下午好。这个农心杯啊，应该一直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比赛对，啊。没错。现在是来到了第三阶段，那么在前两个阶段呢，我们知道这个。日本棋手井山裕太这个发挥非常神勇，的确，的确，在前第二阶段中他是是的，四连胜，四连胜，对，一直是坐在这个擂主的位置上，那么把他这个连胜呢带到了第三阶段。好，我们也先来看一看这个今天比赛的画面，这位是实时的画面啊，井山裕太九段。那么井山他这个四连胜啊，一下创造了这个日本队在农心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就之前日本队最好是三连胜，三连胜，对，那么这个四连胜呢，这个结果呢，就是日本队现在的战绩是非常出色，目前还剩三位棋手，现在还剩三位还棋有手，三日位，本对对对，包括像井山、伊利寮和于正棋，应该是他们近十几年以来状况最好的一次的确是，了，的确是，下到后期还有三位棋手，对对对，那么我们中国队呢，还有两位。其中一位是今天登场的芈玉婷九段，那么他身后还有柯洁九段。这次呢，相对来说人员胜的最少是韩国队，韩国只剩下申真绪九段一位了，不过也剩剩下下一最个强的一位。最不好对付的，是，那么芈玉婷九段今天是登场是挑战。挑战，哎，那么芈玉婷跟这个井山裕太之前他们也是有过交手啊，两次一胜一负。打成了平局，而其中一局也是在农心杯上相遇的。那应该是芈玉婷赢了是吧？输芈玉了，婷对输了，输了啊哈。对，好，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回到这个今天的盘棋，今天是北京时间1点钟一开点始钟，的。好的，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好的。经过拆先的话是井山的黑棋，对。那么农心杯的话，因为是韩方主办嘛，所以用的是韩国围棋规则的话，就是贴六目半，这个开局好像两位棋手下的飞快，啊，落子如飞。这个棋我觉得就是现在。井山选择的对角小目的这个下法，让我看我还是特别喜欢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从我自己现在下棋，包括前两天我不是也下棋比赛，啊，天元赛对，我哈。就是喜欢下一些就是现在咱们见的少的，可能和 AI 相关可能稍微少一点的那种套路，对，不想下到套路里边去，还是比拼自己的那个理解。感觉我看到这个对角小屋还是非常喜欢。其实可能大家主要还是对，是不是对景山的理解还是那个，可能觉得还是日本棋手没有那么强，但景山其实实力一直都还是很厉害对，井的。山，那么在日本绝对是第一人这样的一个，保持他这样的一个一哥的位置已经好多年对，因为了啊。其实很多年，而且也不容易，主要还是他可能他的重心的话，可能是日本的比赛更重一点。对，日本的棋手好像是这样，他们这个日本国内的棋战，因为他们这个棋战都非常有传统，是对吧？对，他们的像比赛的日程啊，都是很长，很早之前就就要定确好定的，包括所有棋手都要参加他们这个投降战，就是是，他们叫公示棋战。如果你不参加的话，其实还要提出这个打报告，相当为于什么你要不先是要请假休战报告这样的。所以他们这个日程就一旦定下来之后，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你就不能更改。不能更改，所以有的时候像井山，我看农心杯上他今年是第10次出战了，但之前十几届他有过2次还是3次，其实是没有出没有场出的。战，对，但是也是早些年了啊，当时他还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但是也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不是和他自己的这个国内棋战有他过的冲选突？择可能是对，对他的重心，对。所以一直可能大家对他就好像不是特别的那了解。对，日本棋手，他是当国内棋战和国际棋战发生冲突的时候，一般他是先保国内棋战。对对对，
不太一样，是吧？确实不太一样。但是现在、现在这个我觉得也在发生变化啊，因为包括像这个日本的棋迷也好、日本棋手自己也好、对国际棋战也是越来越重视，越来越重视。包括像这个农心杯，景山取得了这样一个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好在日本棋界啊，还有这个棋迷心中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所以今天我觉得关注度会很高，对于日本棋手来说，嗯。其实从日本棋手现在就之前的那个前辈我不太清楚，嗯，就现在的话我感觉就是现在的棋手还是景山在国际赛场取得成绩应该是比较好的，嗯，他好像是拿过世界的亚军，好像是，我记得，嗯，所以他其实还一直都还是蛮有实力的，嗯，好，你看他们开局，我记得刚才就是一点钟开始，我稍微看了一下，就感觉这个棋怎么一下子下了这么多手？当然，这个我们的围棋这个网站是转播的 啊，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围棋平台上下的、啊，所以我不知道是他们就是摆得很快，还是他们真的就对局很快。有可能就是对局很快。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这盘是黑棋是景山嘛、嗯，那么他的选择这样对角的一个开局，肯定还是做过一些研究的。然后我们大家可能熟悉米玉婷的知道，他的棋是非常快的，嗯，所以说。一个是有研究，一个是本来就快，那么他俩碰到一块儿，那下的快也其实也是挺正常的，也正常哈、嗯。对，而且农心杯这个用时，每方先是一个小时的保留时间，之后60秒一步、嗯。对，所以大家都是想把时间还是往后放一放，对，好刚用的这个刀刃上，是不 是,、嗯、是？把时间要放在中后盘。对，这个时间的战术其实。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比赛上也越来越重要了。开局的话反正点三三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开局，嗯，然后白棋挂角完了，把黑棋的两个小木角都挂掉，然后拆个边，也都是比较好。不过其实当白棋正字有利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就是这个棋王岩老师特别想还是想扳了断这个棋正字有利的时候，那就这个也没有的情况下是吧，就我现在就下成这样，就下成这样，哎，对，下成这样，然后我不拆这个嘛，嗯，啊，我就扳了断，扳这个，就是征子有利，因为这个征子的话，还是因为跟这个征子有关系吧。就是黑的如果吃这个，然后下成这个图，这样，如果就黑的如果飞一个，就是这个征子，啊，这个征子如果能征掉的话，局部白棋还是比较不错，嗯，啊，就黑棋应该是不能接受，黑棋可能得扳这行。搬的话就是强行的把这个子跑出来，不过这样白棋也可以提掉一个啊，下成这样，这个图，啊，黑的飞或者跳都有，啊，跳的话呢，黑白就飞过去，飞的话可能白的需要坚硬，啊，就反正下成这样，我觉得作战。目前从我看，我觉得白棋还行。嗯，白棋可以考虑这个，对，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个选择啊。实战当然就是说，如果那个黑棋，白棋扳了断的时候，黑棋如果不选择吃出来，那么就可能就只能选择吃在里面，这样白的打吃啊，局部黑棋应该就不下了。黑棋可能会这边走一个，白棋再飞起来。就如果是我的话，我白棋我可能会这样选择，嗯，啊，我可能会这样选择。这个选择其实也是一个常见的，应该棋手脑海中我就会过这个变化图，啊，是是。但实战呢，米玉婷九段选择的是这个拆边。嗯，拆边的话，将来就很担心会被黑棋打得立下来，就这步棋的效率感觉还是相当的高，嗯。就是搞不清，也许老米是觉得如果这样走是不是景山是有准备的，所以就走一个正常的一个变化，和景山发生就是想避开他的一个套路哈，嗯，好，我们继续看，嗯，挂角的时候高跳一个，高跳一个，啊，高跳，现在这个单关跳其实相对是少一些，少一些，少一些。嗯，跳的话意图现在不明，因为正常来说，其实这个跳的话，在上面这条边，白棋一般是比较有发展的时候，可能跳起来的强多一点。因为如果这边有发展，可能小飞的话会觉得自己的发展会那个比较低。那么正常来说，一般有发展的时候跳起来。现在他跳的话，我猜测
他应该还是想，就比如说黑棋这种点的飞，应该是对于跳来说那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变化，也是 AI 给的一个那个比较不错的选择。但是这样的话，可能白棋他觉得我可以走到这边，这样的话我从这加过来的时候，可能跳的位置是不是高一点？他应该是这样想的。但是他跳的话，会不会也担心黑棋有从这边逼过来呢？我觉得我如果黑棋的话，我应该会这样下。我应该会逼在这个地方啊，当然，就是作为我来说，我肯定觉得白棋是有点过分的。但老米也许他觉得他力量比较大，跟景山想直接就这样正面冲突一下，啊，马上就开始战斗对，也是有可能的了。吧。就是正常来说，感觉被逼住其实是有点难受的白棋，他应该可能觉得自己力量比较大，战斗一下。应该是这样的考虑吧，就这个下在四路上，现在手脚单关跳，总的来说是偏少见。就是他如果小飞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他可能会担心就黑棋脱先了这地方，他应该是担心黑棋会被黑棋打的力，就是因为如果尖顶的话，同样都是尖顶，但是跳就比小飞要有力量多了，这样尖顶的话，你这样不管怎么加，其实黑的就逼住你这样作战的话。那么其实白棋也没有什么看到什么那特这别，样的看的话，这个子如果放在那好四多线要了，好很多。那好多了，那脚上的味道好多了，然后对黑棋的压力也大多是是。了。如果是作战的话，肯定跳在这就好多了。就是我觉得跳的话，正常来说黑棋是不能脱先的这个局部。正常如果脱先被尖顶的加过来，还是有一点过分。那我觉得你的分析有道理，可能跳是不想让黑棋轻易的这个脱手，是吧？对，我觉得他小飞的话可能会担心黑棋把这一步棋下了，我是这么判断毕竟那个的，右上角对，这个打扳失断了还是力，非常对。大，啊，白棋跳了之后，黑棋现在是脱了扳，哎，这个单关跳的时候脱了扳，是不是也是比较少见？也是少见，但是第一次我见到这脱了扳，好像印象特别深刻，是那个，就是去年的。申正旭跟朴廷桓的一个决赛，忘了是什么杯了，然三后星杯吗？好像是，反正就申正旭输的那个比赛，就是朴廷桓第一次就下出这个脱落扳，就是目前在我们的认知里边，小飞的时候脱落扳比较常见，跳的话脱落扳还是局部会亏一点，就是白棋会选择就打了粘上，然后如黑果的他还是如果还不是度过，过，然后白棋立下来，这样黑棋贴起来。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图定型的时候呢，这个子明显白棋放在这儿是不错的，因为白棋马上要通过这个点完之后呢，就是可能需要这样作战。作战的时候，这步棋就明显对黑棋的压力要大很多，因为你走在这儿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爬，黑棋应该是一个全力。那么将来这个地方，因为这种靠啊、扳啊，就这些飞一个。白棋的这个棋形是有问题的，对，这个对，虽然一路之差，但是这个头，我们说这个头比的，较软，对，比较软。如果跳在四线的话，它这就个头比较安全了，安应全该很说，多。这一带好像黑棋在想找一些调子不太好找。它如果说像走这种棋的话，其实白的自己就虎一个，这样白棋自身的棋形也是比较好。如果你顶，我就长出来；你要不走，将来我顶一下，其实我已经比较厚了，白棋，对，虽然这个差别看起来比较细微啊，比较对。微妙，但是对高手来说，可能作战起来其实是要差不少的。对，应该是要好一些的。所以正常来说，下成这样的话，黑棋不知道会，如果这样走的话，局部肯定还是稍微亏一点的黑棋。只是就跳一个的这样的下法，还是一个场合的一个下法黑棋。正常还要贴起来，贴起来的话，反正白棋这个位置总是比小飞要好的。这也是觉得比较亏的地方。实战脱了扳，景山可能还是不想直接和米玉婷发生一个正面冲突，还是想在局部先定型。对，这里呢，白棋没有像我们刚才摆的打吃了粘，它是，哎，很轻盈的脱先了，在这边拆边。这个棋挺有意思的，今天其实我觉得，就如果看到这儿，就目前下到这儿的话，如果就是对局双方调换一下黑白。我感觉白棋如果是景山，黑棋是小米的话，好像比较相似一点。小米今天下的非常景山，我感觉。非常谨慎。
其实井山，日本棋手，我们好像印象中觉得日本棋手是比较这种本格派啊，或者说是棋风比较相对来说会本分一些哈。但我觉得也现在日本的年轻棋手棋风也越来越有力量了。对，就是他现在也更接近于现代围棋的一些理论是是啊。是，尤其现在在这个 AI 的，因为现在各国棋手都在用 AI 训练对，嘛，所以日本棋手棋现在其实战斗力也很强。也很强，也很强。尤其井山其实战斗力非常强对，大，而且他超级喜欢实地，其实井山 是吗？因为我对他做过研究，就是因为我之前比赛要跟他下嘛，然后之前所以我就做了一些研究，哎，你什么比赛对上他？就前年的唯一，唯一，所以就做了研究，我反正看他的棋谱，只要有点三三，他一定会点三三。酷爱实地是吧？对，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芈月庭九段现在是很轻灵的拆边。这棋拆边不怕打断吗？这个棋，这我还是真的没有见过，这直接拆了个边呢。这棋如果黑的我这样来呢？是什么情况？这个，那白棋是不是也只能你只打？能打，粘住。对，如果这么打下来，气量是不是有点大？打下来弃掉，我感觉应该黑棋还可以，就这个吃过棋，来，这样子你搬。一般我就搬，好像还不见得有长哈。单长是吧？搬我一般，就因为你要退在这儿的话，这多打断，你要粘上被我挺那出我去如果了。单对，长我单长，会我应该爬吧？爬，然后白的就我就退。那就黑棋抢一个先手。这样的话，等于这两个损了一下，这两个损了一下，然后黑在这儿损了一个，这冲了一下。这样确实不好判断。如果是没有这个和这个损的话，现在下成这样子的话，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应该黑的好，因为局部白的比黑的要多了两手棋，但黑的实地还是比较可观。白棋这外边多两手棋，取得这个这样，目前这样看到这个后势好像价值不得。但是黑棋这送了一个。但白棋这儿呢也送了两个，这两个呢虽然手数是没亏，但是目数可这能目亏一数些，亏很多，而且这个利啊扳啊就都没了啊。反那正我黑挺，棋也厚了。对，我觉得我要是黑棋，我觉得还挺好的，这样感觉我挺喜欢黑棋。白棋有什么别的手段吗？就是如果单长一个会不会？有没有单可能长，他先长一个？先长就是你这期你如果爬，那我先拐掉再冲进再去。冲下来，对，对，如果你要是粘上对，的粘话，可能不你行，要粘这个，粘它是不可以拐还可以拐这个。我想白棋感觉拐的先手搬一下已经啊。比较舒服了，我觉得拐一个是不是能成立。更狠一些？就是刚拐我爬，再爬，对，再爬。再爬就是上面有没有棋，它可以看粘争，一下。那看争死。可能也成立吧，应该也成立。黑棋应该不行，它是不是可以粘你粘，粘上，粘都可你以单粘上，粘你是给吧？粘上。黑棋应该不成立，这样应该不成立。这样不行。对，白棋有可能先尝一下，哎，这个地方。单长好棋，对，他对。先问问你啊，你要是走这这个，有点麻到了。我把这个先保留住，对对对，我先保留如住。果说你只能吃。那我冲一下再这个拐。先手拐，你要是硬住我完了之后，我再把这边对，冲我下再来，冲下来，那比刚才的图就明显要好不少。对，有可能是白棋应该先保留住这个。如果下成这样的一个定型的话，那我白棋还可以，还可以那白棋还可以，因为跟下成刚才那样感觉，我判断不清楚，感觉应该就是差不多。刚才这个图是等于是被黑棋先手黑棋爬爬一到下，了，和白棋这个拐，这个对，这目数双其切，实是。白差的主要还是。对，这个目数区和别，厚薄都差了一些，这样应该是白棋不错。刚才那样我要搞不清，搞不清的话，我感觉应该就是差不多。那么下成这个定型有很有可能啊，但这样的话，应该黑的不太好。所以黑棋没有打断，对，所以他可能打断这个不成立啊。是这样，他是打吃之后从上面打。
哦，打吃了胡子，嗯，可能他们双方对这个定型也是，对，这样达成一个默契啊，啊。对，应该有可能是我不知道，说实话，就是他们可能 AI 其实也是有过这样的推荐的，有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想成这样，现在看到新型之后，也是不敢这个妄下这个结论，是吧？对对，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 AI 有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对，因为自身我确实看的还是不多，这现在应该走这个了吧？这棋，这个感觉没什么可以下是，现在就打了的，立，这个棋太大这可能是现在最大的一步棋了。白棋估计逼住这个感觉。哎，等一下，他是在前面交换了一下。交换了一下，嗯，谁交换了一下？黑棋。这样，这个时候，黑棋打入，哦，黑棋没有打的力。嗯，他先打。哦，先打入。打入的话，白棋如果还是来这个，还是来这个呢？黑的那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有可能。其实白棋能下成这样，这个定型，感觉白棋还是挺开我心的。现在这边多一个子，多一个子的话，就是你搬我打吃，你跑我可能不能吃了，吃吃我是你不是可以是对跑你应了？该可以跑出来嗯。了，这样跟我这里边杀气啊，感觉白棋应该是有点凶险。但是我不吃，我跳一个，我就跳了，就你有子我就跳了，你不能冲我，你冲我这个，你争子有利你不成啊，你这棋你还是得这样。大概是下成这样，然后白的虎一个，嗯，然后我估计黑棋这样，也许他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两个呀，如果黑棋现在，因为白棋这手数花的比较多了，嗯，那么这两个其实它是可以不要的黑棋，它比刚才那个提完这个长出来跑一下再弃掉肯定不肯了，它现在的对。话直接可以弃掉也是有可能，这样黑棋这边呢也比刚才明显是要安定的许多。啊，有可能是下成这样，嗯，那实战白棋怎么走？这这震了，嗯，然后黑棋再打，这分段，是，然后现在把这个角上打了立。再打的力。得等于吗？是对，等于是 在王角老上师，走一手之前，先在这里做两个交换，是对吧？啊，这如果要是我是白棋，将来我觉得我就给你静静的挡住这黑棋，得吗？这就死掉了，这感觉挺可惜的。这棋，就你本来你现在比如说现在下成这样，如果白棋挡黑棋打入的话，嗯。白棋应该也不会选择这个图。因为选择你，如果你选择压住我的话，我其实我就不挖你，我就这样爬，感觉你这木也磨了。对你大概，我现在如果下成这个图，白棋如果挡，那么黑棋打入，白棋有可能也是这样。那么现在实战就等于这个和这个送死一那你说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觉得黑白棋就把这个挡住，个。冷静挡住，对，就就不是错。如果是我，我觉得我应该会挡住这个棋。就是我觉得挡住的话，就现在如果黑棋直接实战直接打的力，那么挡住肯定不是好棋，对，这个挡住感觉好像有点落后手的嫌疑，是就是吧？明跟显着，被黑的便对，宜跟了。着黑棋走。但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里有可能围不住，黑棋可能这样进来的话，白棋这个棋有可能就落空了。嗯。所以说你要说直接挡住，现在肯定是不好这步棋。但是由于是黑棋，我觉得他把他这手送死，感觉还是挺亏的。对，我就有了挡住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我嗯，觉得我通过判断，我感觉这还是挺大的这一块棋。对，因为黑棋已经在前面先损了，是吧？对，那我就可以考虑在这里挡住。挡住的话，这个实地其实也是还不错的啊，挡住挺我好觉得方实的。力很不错，就这如果活不了，就现在黑棋挡住以后啊，黑棋很麻，黑棋要不要马上搬粘？就你如果你搬粘掉的话，肯定目数是好的，但是。你这边就彻底你就放弃了，死绝了，对。但你如果你不搬粘，
就哪天你要是被我一搬粘，其实你也是剧痛的，这一搬粘，就有可能是双线四目。对，因为这个搬粘啊，不仅仅是要吃这个籽，对，我是从这儿断是出从来这里断。的，哎，黑棋要补的话，你是补这儿还是补这儿都挺难的。就将来你这次你要不走，我这断了一耙，等于我把你脚直接吃就是了，这里白棋其实搬粘是很愉快的，但很黑愉棋快，搬粘其又实是不太肯，有些有这个些为不肯，难，有些不肯对。啊，所以挡住本来这步棋其实不要小看它，还是挺大 有的，下一手，对，其实还是挺大的，对你这么分析下来，我也觉得挡还是可以考虑。对，但是捋挺九段，他实战选择的是尖这里，其实现在确实是一个挡，就是左边和右边怎么选，他选的是这个子。就是因为我觉得吧，挡住是眼见的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棋，然后尤其现在先考验你黑棋搬不搬。那先咱们先放这儿不说，主要是这个子儿吧，这个白棋和这个黑棋吧，它俩的关系其实是挺微妙的。就黑棋如果想出来的话呢，白棋这个子因为有脱了火断一系列的一个手段，黑棋很难吃掉它，其实吃了也吃得很不舒服。那白棋如果想像实战这样去吃黑棋这个子的话呢，将来黑棋有冲断、尖顶一系列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手段，白棋吃的其实也不是很舒服。就比如说白黑棋将来我就顶你一个，这个得立吧，对。然后我就算我就外边跳一个，你估计你也得硬住。其实你这样这手棋真的是不是很值得？我觉得有没有这手一手棋给他挡死大？这手挡很现实哈，现实的获利。这边尖呢，虽然也不小，但是像你说的，你就真的让黑棋尖到了因为哈，就黑白棋棋要尖，也我有就下一拖手，嘛，我就对。拖，拖完我连扳肯定也能活，我虎一个跟你打吃，我跟你打劫也可以，就这样。如果这个劫打输了，黑棋劫也挺重的。我感觉这边这步棋有不太看好，我觉得不太看好。我这嗓子特别润，这棋，对，他尖到这里之后，哎，黑棋是跳，动出了。黑棋跳的话，如果白棋现在封住头，那么黑棋很愉快的过去。这实地这跳了一手，和跟白棋挡，白棋刚才挡住10、15、17、20目以上的目数，现在黑棋度过了，黑棋多了24，大概目数大概27、28目。对，黑棋主要过去以后，这将来这种尖顶，白棋的棋形还挺难受的，其实就单从目数上来看的话，感是觉。这那个比这边挡也大比这飞边了，大呀。那大多了，就是，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啊。不知道，我觉得要我下，我肯定1秒钟就挡住了。这跳住了，还是因为现在你如果封住它，黑棋跳出去，这样你这个它就不用搬粘了。你这个现在要是被黑棋出去的话，自己反而就薄其实芈月挺九段最近的状态还是挺不错的，这了。个对，对是。这个，2022年一开年就拿了微服房开杯的冠军，就是春节前了，春节后就是天元赛，这个前两轮又是连胜了谭笑和姜薇婕姜两薇位婕，世界冠军对，进军8强，对，所以总的来说他我觉得势头还不错，是的，还不错，对，但是这个反过来景山裕太九段好像最近。这个在日本国内啊，有些这个输的有点，和他的这个身份地位相比，是有稍微有点惨是吗？啊。他棋圣战现在已经1-3落后了，就是前天下的棋圣赛第4局，输给伊利寮九段。那么就是棋圣战就相当于已经是在悬崖边上了。棋圣战我们知道是日本这个第一大头衔战嘛，所以如果这个他们日本这样的排位就按这个头衔来的。坐上棋圣的人就是就是第一第一，就是第一位啊！不管你是怎么这个排名，他都是第一位。所以这个对他很重要。棋圣他之前是9连霸，9连霸九了已连经，霸，什么情况？这个 九所连以霸他这个棋圣很重要呀，最大的比赛是吧？我们知道4500万日元冠军奖金，所以他前一天九连刚霸，输我了的这天！盘也是，重大比赛。好，所以这样的两位棋手，他们有产生了一个这样的状态，是吧？所以这局棋，
很有意思。但是其实是这样的，他们这种超一流选手吧，其实他们输多了，他有可能总结，总结了他就长齐，长齐了他可能他就状态会好一点，也是有可能的。真的说不清，有的时说候不你说清。好像他之前一直好像在输的比较多是吧？但是可能一个比赛他突然就发挥的非常的出色是吧？首先因为他水平在这儿，对，他水平在哎，这摆着你呢，不能仅仅看这个棋局是是，吧？就我们有时候分析这个赛前分析这个棋手的状态啊什么的，真的就是一个参考啊，不能完全以这个为这个准绳。从现在这个下法来看，好像黑棋还下的比较还是比较顺利的，是吧？我觉得还是可以吧，就是也不见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本来觉得吧，如果白棋不走这个，把这个挡住，我特别看好白棋，我觉得黑在这亏了，就这几个交换，如果被挡死的话，但是现在呢，因为白棋，我觉得这个选择，以我的水平来看，我感觉应该是亏了。那么下成这样的话，有可能大家又回到一个同一起跑线，还早，还早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棋局啊，对，真的不这个决胜负基本该都白是，棋了吧？对对对，基本上都是以这比个主这中后盘，个，对吧？真正的这个胜负场都是在中后盘，然后现在接白棋，我看白棋是不是就他是这么处理的，就搬了打。刚才打的是尖的话，一般是对，单这立，还对，这实地有点受不了啊。一般是正常是单立一个，本手。哇，这主要为什么要搬了打呢？就本身这个目数差很多，就立完这有跳嘛，因为对。要黑的挡住的话和搬了打手数一样，但是目数感觉亏了一个天目，因为你搬了打将来被打完绝弦黑几棋，乎是有黑棋的权利，几乎是绝弦，这至少一个天目先进去了。关键现在立黑棋这三不是没有活吗？这怕什么呢？就因为就是肯定黑棋可能会这样定型嘛。就白的这样走，然后黑的可能会顶一个，就确实，确实感觉黑棋还可以，感到你很意外是吧？对，确 看实，到这个班纳达。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当初这个尖，可能他有点后悔，有这可能个，心情上啊，对，这个搬了打其实还是有点下不去，因为搬了打我也不知道白棋搬了打完他想干什么，这搬了打之拆个后，二黑嘛。棋已经脚上很厚了，是吧？那叫他目数也很多，这个我们然后就虽然看着黑白棋是先手，但是就是所说的这个叫先中后，对，我觉得有一点，因为毕竟立的话，黑棋这三个还是没有活的，对，不那过白将立他棋。肯定他还是觉得被跳一下也很痛，也比较难受。白棋在上面争到先手，现在从这边打吃，打这个，当然了，这个本来是黑棋的权利哈，本来黑棋的先手扳，对。他是看中了这个逆收吗？这个棋，这个逆收。景山一直没有搬，他还是其实将来，比如说他没搬，因为搬的话跟白的吃交换，如果这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应该看作是黑棋的权利对，啊，这个应该吃得到吃吧？在这儿，对，这样的话就黑的白，其实这里已经很厚了，这三个，对，他不搬的话，他肯定将来，比如说他没有这个子，我就靠了搬下来，其实你这三个子还是有气紧的问题。对，所以黑棋他没有搬，他也是想保留对，一他想下保要留。比如花，说你如果将来你逼住我的时候，我有生命危险的时候，那我再我搬一再下做搬，活就好。如果将来比如说我这边比如加完以后我厚了，那我肯定不肯搬了，我将来肯定从这边进来对。了。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保留的话，白棋呢我就给你打了。他就为了打吃这个，也不觉得值得呀，这个下法。这个打本身这个目数，一二，你收，白棋多了一二三四五，黑棋少了2目起来，一收6、7目的样子吧。目数是不肯定，小，是不小，但是，但这儿损出去的也已经对，有六七上目。面也是付出了一些代价的，这黑的就拆个二，感觉还是不有得点是吧？不得，我觉得白棋不得。跳出来吗？它是飞的，哎，
今天都猜不到是吗？不是，我是觉得有点问题啊。这今天下的，今天和你的思路不太相似。这黑的就爬呢，这感觉黑的挺舒服的，下的就爬。如果就白的是退嘛，我不知道是不是退，这黑的就飞出来，这边打八先手活了，那白棋没什么意思。上边其实，这个右上角黑棋是应该高枕无忧的。对，这块儿现在也没问题，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现在对，现在也没什么问题了。嗯、黑棋是爬嘛，这个。爬的，实战就这么下，啊、就这么下的、嗯。就黑棋可能也觉得这么处理是可以满意的，是吧？就是如果这盘棋，就是如果我是黑棋，我肯定觉得现在我太舒服了下的。如果我是黑棋，就白的现在估计还得跑一个，跑一个黑的估计这种跳一个，白的能不能稍微的紧凑一点？对，白棋是跳在这儿，跳这个啊、嗯，紧凑一点，因为要直接这样跑，就跳完再打拔一下，我这棋感觉差不多了哈。啊，但是现在这样，其实黑的也有打拔一下，打拔，如果白的粘黑的，就从这儿飞两下，感觉也挺舒服的。白棋估计还得硬，就这样。再硬一个，嗯，黑的是期待已久的这一点，我觉得有可能。反正我感觉黑棋下的太舒服，嗯嗯，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下。所以白棋对打拔的时候，白棋现在黑棋打拔了啊，还是打拔啊，是打拔了，是打拔的啊。所以打拔的时候，现在白棋就脱先了，没有粘啊。这边被飞两下也很难受啊，其实现在点过来啊。确实可能白棋也感觉这个节奏有点慢是吧。哦对。我觉得这个黑棋才是应该老米的一个。要有所突破。风格。对。风格。嗯。当然这棋就是只是我的感觉，就是下的不太舒服，但是你说差距很大也没、嗯、就是我觉得黑的应该还可以。就是我觉得黑的应该还可以。嗯。嗯，那前面你跟我们介绍说这个井上裕太九段是比较酷爱实地的风格，对对。那米玉婷九段呢，你觉得他的米玉婷的话相对于井山他还是更全面一点吧、哦、但本来其实现在大概棋手没有什么人不喜欢实地，就有几个比如说什么杨鼎新、嗯、就是他是无所谓的，他实地跟就是外施和控制他都是可以接受的，比较均衡。当然就大部分 80% 的棋手应该还是喜欢实地。嗯啊，女性九段给我感觉好像就是力量特别大，他就是在实地的情况基础上他比较嗜杀，基本上属于这种啊。你如果被他抓住问题的话、就是、他会给你很严厉的一个打击。对，他好像这种直线计算或者就说这种硬碰硬的时候、嗯、我觉得他的算路对、非常强。对，非常强。嗯，对。好，现在黑棋现在是逼过来。嗯。那这个子儿也不能。这点总是要尖出来的。总是要尖出来的。嗯。嗯，第一个其实还是有它的用意的，因为这个棋其实我们觉得如果点过来的时候黑棋你想做活，看到别人来进攻，如果你要做活你要尖完团一个确实可以活，但是将来还要被立一下就是比较难受。嗯，它逼一下呢它有个好处，你当你尖的时候其实它将来黑棋我就算对你没有想法，嗯，我再回头这样的棋形也是很不错的，因为你已经不能走在这儿了，你没有办法这个地方威胁到我、哦、你只能立，那么将来我这样挡住、嗯啊、等于我实战尖顶的时候你没有长，本来长是一个绝好的形状，对，但你现在没有长等于立了一个，那我挡住，这样的话黑棋肯定是如果从做弧的角度来说肯定还是可以的、嗯、然后呢等于这个地方也交换了一下，其实现在白棋长一个依然是一个好形，嗯，但是呢它这儿和你这个交换一下就把你这个一个好的棋形呢被你破坏了、啊、这样交换一下总是便宜的，对，嗯，我们又学到一招哈、啊，先夹住，对，将来再尖。嗯，啊，他现在尖出头。嗯，对，将来有空的时候他尖回去，嗯、其实这块其实是活的。
现在白黑棋呢，保持把这个头啊走到外边，嗯，同时对你白棋这几个字是不是？嗯，还是保持一定的攻势。你看黑棋继续，他还不是来尖角，他是飞。对，等他等到你就是威胁他的时候，他再去红可以啊、嗯。就什么时候黑棋只要尖过来，这块棋就能做活。就活了，哎。那么白棋呢，干脆也不跑了，他是尖啊。哦，这个棋形是小尖，还是不想让黑棋尖做活、嗯、就是小尖的话，它就是架步棋，其实可以看到白棋有一个好形，就是尖顶。嗯，啊，它那么这棋第一杆，估计很多棋友估计第一杆都是要飞这个飞啊。对，那飞的话呢，将来就是黑棋可能几个会让白棋比较难过。会，我觉得刚才想是飞或者是拖，但拖的话呢，我扳你。就是你可能会下不到你想要的一个好棋，你可能你立的话就没有，就不如这个，将来他一手过来了，你立的话将来其实别人将来挤你的时候你依然还是很痛苦。那我不是可以尖吗？你可以挤，对，你挤，但是我就粘上没关系，这样你外边也薄了，然后他这个猴还是先手，等于这个地方你白棋也是没有办法做好。那就是说现在这个他这个等于还是一个后中先，就是他将来如果尖完之后他可以虎回来。嗯，他这边将来尖了扳粘也是这步棋其实也是非常有用的一步棋啊，就是这个棋形他尖一个肯定是一个局部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棋形，这样黑棋因为你要拖了虎的话他会担心被黑的打一下，因为他被这个地方被打一下他有点难受，因为打完以后黑棋可能会虎这个，这样你打他打一下之后他再脱先。嗯啊，如果你现在黑棋直接脱先出去，将来他尖的时候你扳你是打不到这一下，我可以唬住。对啊，所以这个棋形确实是应该是又学一招，这就是小尖，小尖这二路小尖经常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棋形啊，因为它有点左右逢源的意思，因为尖完以后它其实下步尖了扳粘就收目的时候包括眼位都是不错的。黑棋靠住，那黑的还是靠住了，对，还是靠住了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要，那就白的就加一下，加。你现在靠我肯定加你一下，嗯、就不能让你挤，啊、你粘上我。对，这里如果说将来被黑棋挤的话，其实又还原了，都还原了，相当于是尖顶了。对，所以现在这个我也不能时机啊，对，也不能袜粘，对，也不能袜粘，袜粘还是说刚才被打了虎。对，那如果说袜粘，就是我们刚才摆那个图形，这样的黑棋虎。对。所以现在基本上黑棋白棋就是加、嗯、加加，如果黑的粘上呢白的就脱先了，嗯，粘这个就脱先，如果不能立立马上袜粘，对，我就袜粘了、嗯、对，他这也只能粘，应该是粘上，粘上白的就脱先了、嗯、应该不会度过了啊，飞过来啊，这个终于正常了，我感觉看得懂了。哦，这样局部就是黑棋可能现在搬一个局部也是活的，但是将来就白的可以煎一个让你吃在这儿，就你活的没有那么舒服。嗯，这样的话下成这个样感觉还可以啊，白棋我觉得黑的是不是还是想出头靠背加一下，感觉这样活有点不太可能，就刚才不要靠了是吧，直接出头，对，感觉这一串白的得了，心情又好起来了，把这个飞了，感觉心情又好了，还是大飞的啊，大飞的、嗯、啊，方向是差不多是吧？方向都是在这里、嗯，就是选点上，这样心情好了，感觉差不多了。这棋，王岳老师，就一瞬间的事儿、啊、是吧？刚才我有点，其实我觉得有点悲观，稍微有点担心是吧、嗯？刚才那个行棋的节奏有点不好，有点、嗯、对。现在这样感觉又不过呢，可能也跟他的这个用时有关。我看了一下，好像白棋啊，下到这个时候，他时间才用了十几分钟啊，就下得非常快。白棋、啊、他还是要也是一个时间战术，我觉得就是他把压制，他把这个、对、啊、他把自己这个时间留到中后盘，嗯，就真正这个需要去长考的时候，一锤定音的时候，啊、那样子自己还有这个。有时间去思考是不是会不会贴一个，我就刚才你说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步棋还比较有味道，贴一下，贴的话马上就产生一个袜段，对，你现在就是你有两个办法，你要不粘，你要不就挤，我单粘的话就粘的话我感觉被便宜了，本来你冲过先，你冲了点，那我如果挤，你要挤的话我感觉我就自己补一个啊、
找一个调子。对，这样的话，将来其实这儿虽然我没有动你，但是你这一代感觉黑棋都是先手，嗯，对对，一堆的先手，嗯。嗯，因为我们看将来这个黑棋一打吃，嗯，所以你这个这长啊，对，这个，对，我就算对我就算长了，你贴我再长，我也很舒服。对，嗯，就这样走一手，感觉已经活了。这样虽然花了一手棋，但是很厚，是吧？我对。你如果再有子的话，人家总是牵着。那当然，你要走这儿，我就跳出来了。对啊，就是我觉得如果跳的话，将来主要被白的拐一下，将来别人的双眼再点一下，好像效率先贴啊，嗯，哎，感觉也不错哦。看看他是怎么下的，看看他是啊，他是飞的，黑棋直接飞。啊，他直接飞，嗯，直接飞那就没有贴的这个可能性了，其实。所以他是先贴了一手贴回去，然后他捡。这样你看，这样其实白棋黑棋的棋形是被白棋破坏了。嗯，这样是的，这样你其实是被白棋破坏了棋形。你本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可能飞这个，现在你肯定是先把这个自己的脚跟扎住，将来再去，因为你这走完以后，其实这儿你将来一走就活了嘛。嗯。白棋如果再走的话，你过去，我觉得这先考验一下白棋，这个应该。那我投你一票，我觉得这个贴一个不错。嗯，我也觉得不错。所以实战的下法，实战先飞，他飞在这儿的话，其实是有可以对比一下啊。嗯，你看他是这样，黑棋白棋马上尖，对，先。其实现在反过来是在考验黑棋了，看你怎么赢。你也只能挤住，因为不挤住就产生断点。不管是长这个还是长这个，对，都很奇怪，对，是吧？所以只能挤。你不挤住就产生断点了。然后白棋顺势一夹，对，这被一夹难受了，难受了。嗯，虽然这个打吃是先手，但是还是没用。对，你夹就打吃完，你还是得面对加的一个考验啊，因为你要粘底下，那它上面跳先手，嗯，你要粘底下，它就底下这个长或者跳就有点是先手，这样你本身，刚才我的这个贴了一虎，黑棋的棋形是非常完整的。是的，是的，啊，实战它是单长，单长这么有文化，就是省了一个打吃是吗？其实就是打吃完了再粘，他就觉得要粘上，保留一下啊，保留一下，我将来说不定还多一些劫财，嗯，是吧？嗯。打吃完再粘，反正看起来。当然，他如果就要走这儿的话，就是这个棋是这样：如果你打吃掉呢，你如果还是粘，那肯定你就别打吃了。嗯，但如果打吃掉，你比如说你要走底下或者走别的，那你打吃掉应该不亏。嗯，他保留一下总还是便宜的。但是这被尝一下，还是很愉快呀，白棋。本来因为黑的一虎，其实一跳就连边带这个木数带坐活都解决了。嗯。这现在白的得走一个吧，跳一个。它是飞的。它飞的啊，嗯哦。这里边这个地方棋形还是要补的啊。就不补，可能暂时也不见得有，但是就是很难受了。就将来别人，比如我就随便走一个。或者他就是后面这种棋就来了。就对来了，对对啊，哦，补一个还是补一下，还是必要的。啊，等手。嗯嗯。黑的飞过来中间，那个感觉，这个。这样。没有。啊，黑棋点进来，哎，穿进来了。哎，那我觉得那这个小米有机会了。进入他擅长的领域是吧？对对，这景山突然急了，还是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是不是这地方心情有点不愉快啊？对，这个贴其实是盲点，他下棋的话不一定能发现，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下棋是一个心情。其实你说黑棋亏了很多也未必是吧？应该还是亏了，其实亏还是亏了。就是被长了呀，主要这没活。将来其实白的下来的时候，主要黑棋目数和眼位全都没了。将来，嗯。我看这个胜率好像其实还是很接近的，还是很接近。对，胜率还是很接近。但他这是不是亏了呢？如果胜率上来看，就是。胜率上确实呵呵确实是亏了。他胜率上的话是不是亏了呢？是，就是这一代在飞之前和这个下完之后，下完场以后大概掉了有十几个点。十几个点，那还是亏了一点的。嗯，那还是亏了一点。嗯。
所以现在白黑棋可能也想要下的积极一些啊。对对，点进来，嗯，白棋反击跳出去，对，这就进入老米擅长的棋了。嗯，这为什么井然突然又急了呢？还是心情不好了？可能贴出来，这还是飞飞，嗯。冲出去吧，这个、啊、回去了，就连回去 了, 回去了。这个就，这个一小尖就是，就是妥协了。对，这一尖就是你如果长，白棋就挡住 了, 挡住了、嗯，对吧？对，就是还是把下面的空守住。是，如果不尖呢？第一杆还是冲出去啊，这棋。嗯，第一杆还是冲出去。冲出去，他其实他有个担心，就是将来黑的几是先手嘛。嗯。然后搬一个的时候，他比较痛苦，就是你要断的话，哦、你这一下就感觉很难受。但其实不见得要断，我觉得就拐回去了。但冲出去是不是还是有点有风险？有风险，肯定有风险。但是如果我一旦冲出去了，其实你这块这样子就这个一下就乱了，是吧？是乱了，对，嗯，是乱是肯定是乱了。将来比如说他长这个，我就拐，就拐，对，哦。我觉得这个你黑上你连就 就比较乱，但我觉得嗯还是跟判断有关系，他可能觉得这样也可以接受，我觉得其实可以接受，他你可以先守一步、嗯、对吧，可以接受。刚才这个冲出去就是被一他挤了一扳，确实是有些难受，有点难受啊、嗯、就是不能断，还是冷静、啊、冷静住，先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黑的应该中间得走了，得走，对，这种走一个大概。哦，现在白棋把上了、啊、先把吃了是吧？对、哦、实在白的这个得接，这不能不接这个、嗯、先走掉这个，这个先收目是吧？嗯，这个可以看就是当初白棋其实这个地方尖了一个，你不愿意煎又给吃回来了吃回去了、嗯、又吃回来了，这个目数还是有点亏，其实就这个煎吃的并不扎实、嗯、是吧。啊，黑棋现在是顶顶这个，如果不顶的话是将来有扳断，他是担心扳断，扳断，但是怕吗？不怕吗？不，我觉得不是很怕，我觉得还是这边大。这个棋我第一个一直还是想走这边，因为这个棋走完以后白棋这儿首先目数没了嘛，嗯，然后我这儿还加强了那块棋，不然被白的这么走过来可能还得做活。这边我你搬我就加完，我比如说我就算挡一个，你粘上我就拖过，感觉也是连，是能连吗？对，我或者我小尖也可以，小尖你挡住我搬，嗯，联络总能联络，这样你粘上我就搬好，其实也还好吧。这你顶一个将来被飞了顶两下，就你这个地方脚上少了大概三四目棋，嗯，现在你挡一个你七目，他走一个的话你没目，那就是你三目半，你本来顶一下的话你大概是九目棋，那你就走了五目半，你脚上多了五目半的目数，但你这个地方搬回去也走了一些吧，嗯，应该也走了一些，嗯，这你搬回去的话肯定也走了一些目数吧，跟顶一个相比，因为你飞了白棋，就你实战这个嘛，这个白的飞先手对不对，那么你再尖住，对，我顶，然后你得团住，那么将来我这个地方尖，就是我刚才这个这边也有一些目数，其实就总之黑棋这个能联络是吧，对，无非就是亏几目棋，对，我觉得但是这个这但是这里就差了一手棋，对啊，差手棋啊，也没几目棋啊，关键是是不是见小哈、啊、我觉得见小这个棋，当然他顶到这儿对这三个子还是也有一定威胁，是有一定威胁的，对，但是白的只要走完黑的其实也能出头，就是那、哦、白棋把这个抢过来，这个抢过来还大，很大，嗯，黑棋搬，还是对这三个子要有所动作。这我想看一眼这个棋，它顶一个亏了十个点，这个十个点、嗯，这个明显不太对，这棋。嗯，这搬出来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没看到有什么意义。
搬出来其实就是想对这三个白子有所搬，还不如跳呢，我觉得这棋。但是就白棋，不管你是走哪个，它都跳出来，那你我又这，吃不住。那我挤先手，我不是我们有断点吗？那我搬完你跳出来，我这不还有断吗？哦，走这个是挤是吧？啊，对呀，挤这个，对呀，挤这个，如果你粘的话，我也对呀，不会虎了，我对总是呀，往的再快一些。是啊。这你搬完掰的跳出来，这不有个断吗？黑棋，黑棋就不补了。你补一个，那这本来先手挤一下也没怎么损，其实。它是跳的，哦，但是白棋明棋手段也是断了直是接吧？断上去了。断上去挺厉害的呀，断上去我只要我贴先手，这四个我可以不要的呀。这主要我这四，你这顶不是绝弦。那黑棋有点麻烦，现在就说如果说现在问题不是说黑棋要攻白棋了，你这对，两个子是因为这个死活也有点问题现了。在是这个样子，你这棋你要是长，对吧？我一贴，你先拱一个，我四个肯定不要，杀你中间，这你我走一个，你肯定基本有点上危险凉凉了，对吧？那你这棋你要是不走这个，你不想让我走，你打吃我一下，是吧？哎，你看我一长，你这再贴，这但我关键我不长啊，关键这棋我这棋不长啊，我这打的长过来，你这个子进去了，这个这有棋。点大，对，所以现在我一断你盘了，属麻，于啊麻了。现在一断的时候，黑棋已经读秒了。所以现在女婷还有时间，女婷还有20多分钟。啊，实战就是这么进行的，一打吃，传过来，这个白棋还是可以吧？这太可以了，这不是可以？这问题，这黑棋，怎么办？是吧？这棋不是可以的问题哎呀，啊！开这心个了，现在。对，明星九段，目前是我们中国排名是等级分第五第五，啊，还是很高的。对这个日本第一人，看起来这盘棋，现在目前看现在目还前是来，形势还是非常乐观对，形势不错。了，但是这下棋是这样子，没有到最后，对手认输或者数棋之前都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这种大赛哈。黑棋这一看段的看处李理，玉婷九段能不能这个成功扳头，是不是？这是啥意思？黑棋他要冲下来。啊？这是什么意思不啊？怕断吗？哎，就是断了。这能冲下来的吗？看一看啊，这个。是冲动了还是有什么手段啊？冲断？哼，他是瞄着这个地方有棋吗？就是如果说他现还要在，对迷群组的还是要先打一下，对，如果说现在白的吃直接黑的肯吃，定是死了，就对。是黑棋这是有棋吗？这是怎么出棋的这呢？话这样的话，这边有这两个有，其中一个是先手。对，他可能是不是间断这个棋直接断了，啊？是不是这种意思？如果白棋打这样，如果你走这儿的话，那么他拐吃先手，是吧？你一提，那我一挡，你就没了。你要打吃我长，然后你接住，那么这棋我一拐，那连不回去。这个地方你是不好连啊。你要走的话，你只能单提一个白棋现在。你要走的话，能单提，这那样我拐，白对，的拐我在拐。黑的拐在这儿，这个黑棋，白棋不太好活呀。这样白棋是活不了，冲断杀棋肯定不行。对，他应该是担心这个，就景山走完之后是要这里动手，对，应该是要动对，手。景山也是在这里想办法啊。对，这里是一个诱饵，苦肉计。那么白的实在白棋打先是打吧？上白去，的如果你打到一下就行。如果能够打到刚才这个图，已经好很多对，了。就能对。所以黑棋也基本上就在打劫，是吧？对，这个劫得撑住。对。
去掉，从这个，哎，消劫了，消劫了。他是觉得没有好的劫财，这个地方这个劫确实挺重的。对，这个、这个要挡的话，黑的轰了，这上面还有四个还挡住的话，这里还有一个劫财、嗯。对，是消劫了。嗯，如果说粘。粘的话也没有好的合适的劫财，对，只要这个提过来，太厉害，太厉害了，这冲应该都不是劫的，没劫是吧？白气全满，这个呢？这也不是劫，这两个这不可能，这提完这四个还是太大太大了，对，只能消了，嗯，呀，这样形成有转换啊，转换，然后他吃在这儿，看上去黑棋也不便宜啊。木鼠的话，黑棋这边吃了10、12、14、16、18、20、25、26、27，大概吃了35木棋。嗯，但这个地方冲进去损失的话，已经有6木，然后8、10、12、14、16、18、20、25、35，黑的本身还有10木棋，就木鼠的话，这边也损了30好几。就从木薯来说，已经木薯其实差不多，然后黑的这个方还得活，一下变厚了。现在白棋，对，黑棋应该不便宜。对，嗯，那这样看起来转换是比较简明的下法。嗯，挺简明的。再接一下，挡住。屁。哦、黑棋还要把这边做活是吧？对，做活活了嘛，但是。局部活，如果冲了打车先手肯定还是活。但是将来就是白的尖一下，白棋现在就尖了。你要挡住，然后、哦、白棋这尖还是先手？对，因为尖完以后只有扳断，对，这种二路尖它又变成了。一个好形，将来他可能就把这拔一拔，这个地方再活也是非常的难受，感觉黑棋不行了，不好办了，是吧？对。而且你看，现在米青九段这个越战越勇啊，尖的时候白棋黑棋冲，其实黑棋就是你如果吃的话，我就打吃成先手，对，让他继续往里爬，这对。个。不想让你活，不想让你活。其实你其实吃一个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这黑的活了，将来把两个提的先手就围中间就可以了。你打吃就打吃嘛，是吧？对对对，打吃我就提了吧。我提还是粘了？提了吧，提一个，提了。那给你活。对，然后就围中间就可以了，感觉哇，这个中间这个虚目还是不少的。对，这还是费。其实可以满意了啊，但是。就是不肯放过你，对，觉得你过分了，这个太狠了，这是要杀人吗？这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一爬局部已经是不活了，是不是？局部不爬他也不活了，不爬也不活了。他这等于就是他觉得你活不了，他感觉你活不了。就你现在如果你挡住的话，打先手，但是他一点。你就是说，你可能还是一个后手一只眼这一次，是，那现在这个我看啊，在马上就我们和他同步了，一尖一粘，白棋黑棋一粘，现在就是我们已经追上了他们这个比赛的进程啊，实战就是下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了。现在这块黑棋呢，局部是不活，不活，但是接下来白棋是不是要真的痛下杀手？有没有必要？是个悬念。那我们也是，稍作休息，好不好？郝阳老师，好的，好。我们稍作休息，过一会儿我们再来看这个明星九段的抉择。好的，好，一会儿见。好的，欢迎回来。那么现在棋局进入了一个比较这个关键的时刻啊，就明星九段这个下法好像是要有点像要这个屠龙的感觉，是不是啊？而这个局部呢，黑棋确实也是不活的，但是当然黑棋这个头是在外边。对，如果说白的简单的收木的话，那么肯定还是应该还是白棋领先的。就是我觉得，如果就这样简单收木，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就这样顶，走掉，然后就搬，就让你回家算了。对对，我就让你回家，让你回去。然后我就比如我把这个地方飞一下。
接住，往这个地方贴一个围，贴住，围住。这样我们点一下木，我感觉白棋应该也是够的，其实。好，判断一下形势啊。15。黑带75多一点，这个钱就75目左嗯，右，白棋呢？白棋这边的空不少。40、44、47、57、60、70、白的也有75目以上，75目都不多了，白棋。那都是75目，那白棋这个天黑棋不天是黑目白的棋不止负担75，就是多了，多要多了。啊，我觉得其实白的就放送黑棋回家就是也没必要杀了，是对，也吧？可这以棋不杀，形势也不错。因为这几个爬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也有目嘛，跟嗯。黑棋活相比，其实也有目，将来飞两下也比较舒服。上面的目的话，其实本身白棋围当然是有的，但如果围可能也不见得全都围住，这样把中间顺势围起来也可以，我感觉。我觉得这样比较简明啊，其实，看看实战啊，实战的下法确实和我们刚才摆的这个图也差不多。白棋也是爬，对然后黑棋啊，打吃了对，粘，然后白棋这个飞飞，啊，对，这说明李玉婷九段也是经过了形势判断，是吧？觉得这个先收收空就可以。现在黑棋没有来这边补棋，它是搬过来。这个不要了，不要了。那这5个子就是不要的意思，对，长，他觉得中间大，但是我觉得中间大，但这这样个一吃，这个吃下应来该急白不棋急？补20目，20目棋，20目，对，中间的话刚才围了是，可能是中间大一点，但嗯。大不了多少，就估计黑棋应该不行，总不行，黑棋。可以因为继续黑突队破。还得对往里走，嗯，白棋估计就简单把这个地方下来，应该就可以。这地方走一走，刚才尖了搬粘一下，那就可嗯，但是白棋还在冲击啊，以。漂还在亮。冲击，冲击。哎，这个棋，这样。哎，这个也要小心啊，白棋。他就回对去，对他对。对就回去，所以这里就说不能装气，这里如果说，哎，他是不能直接断还不好，不断我开就着是补，说我也对是对回对，去，就这里他断是先手，因为断的话将来黑棋这一提，对，白棋是接不归的，是的，嗯，就是他觉得这走一手棋也蛮大，也挺清楚的，就是也目数和厚薄都很厚，这样你黑棋控里就彻底的不要有想法了。那他这个跳下也就是上面交换呀，主要对，是就是把这个对，关子收掉。他就是想收这个，嗯，收成这样的话，上面的白棋的目数应该是确定了，黑棋这个尖将来应该是先手，白棋挡住，然后黑棋好断一下，这地方目数应该就是这样去定型，白棋上面是4、5、6、16、26、33。3537、39、41目，白棋这里还是提的42目，这里的话是13、16、23、24，这42这24就是已经66，这地方差不多，黑的应该进不太来吧？这个地方，它大概有10目棋总是有的了，就保守一点。大概也75目棋，白的现在75目还是有哦，还的。是有75目。对，黑的话，这里7、8、9、10、12、啊，十那和八、刚才也差不三多。十、四十、五十五、65、71，黑的也差不多75，对，就是很差不多。黑棋和刚才其实这个目数变化不大，对，是吧？白棋也不大，就是黑棋，白棋等于是把中间的目转到了这边，是但对黑棋来说呢，确实他想要争胜负也是，没有棋盘了。他也要是在中府啊，试图把水搅浑一点。是吧？但对，是我刚才就是这么连回去的话，可能这个棋盘更小。都更小，嗯，这样可能变化更多一些。对，可以相对来说变化更多一些。啊，实战它是冲团，他没有那个，好，是这样的啊。
这样提到这儿了。提到这儿，团的时候呢，黑棋没有断，嗯，可能它是拐，对，嗯，对，这里都没有，黑棋是拐这个，嗯，拐这个是有断吗？没有，没有断，跟没关系是吧？没什么关系，对。那么他就专注，那拐一个是。就这样可能太简明了。嗯，我们现在又是和他们同步了啊。白棋现在冲，黑棋总是要拐住吧？这总是要拐住，拐住白的还 还是提掉吧提掉？这个提还是大，还是提掉。如果不提的话，这个黑棋提一个先手。对对，嗯，这个太痛了。嗯，所以应该下一步还是提，还是提。对，提的话，其实黑的好像还不如刚才。对，好像还不如拐、啊。对，只要将来这里被一扳还断了。嗯，这样子黑棋感觉还是要中间再补一个，对，怎么补？就补一个，这么差不多。嗯，就正常来说，这补一个，因为走这儿的话，被扳好像还是断了。对，这个气是紧的。对。那如果这样反而还不便宜。对，如果黑棋补的话，和我们刚才的判断。依然是白棋盘面、啊、差不多盘面接近，嗯，盘面差不多，嗯，然后还轮到白棋下，嗯嗯，现在其实还是有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的、嗯、那白棋要小心的地方是什么呢？白棋这边都已经定型了，很厚了，不用小心，这棋我下也赢了，这没什么小心，这个我只能说这里还就还有这地方没有什么定型、啊、这地方白黑的也不能把我把白的吃了吧，这地方你最多你围我就给你围十目棋，对，也无所谓，嗯，就将来既然我走我接了半张，我这儿还有我还几乎是没有变数、嗯、因为白棋还是比较厚的、嗯、没有没有，不用担心了，这个棋不用担心我估计下一会儿景山君就差不多了，这景山应该还是比较友好的，景山对、嗯、景山九段这个第二阶段真是杀疯了啊、嗯、连续几盘棋都是不仅逆转还有屠龙是吗，我觉得那个真的发挥太神勇了、嗯、状态就比较好， 对， 对，如果那个状态还接着下的话没有中断的话真不好说、嗯、确实是、嗯、这个其实从前面的话好像看着景山好像还是状态挺好，但是从这个飞开始我感觉就状态突然被白棋这一顶的这个好形下完好像就有点变掉、嗯、因为他前天刚下了棋圣战第四局，他不是两日制的吗、哦、这个棋番棋两日制的是不是也是比较疲惫啊、哦、这个棋还是没有下，没有下的话现在黑棋早已经进入读秒了，白棋呢还是有十分钟的保留时间，所以你看米其林九段他这个时间战术哈、啊、把时间留在后边还是有用，关键时刻可以想一想，确实，那么黑棋时间压力就比较大了、嗯、现在已经冲过来，现在他一直不下那读秒，他不是得不是要超时了吗，王仁老师，这个那肯定是下了，超过一分钟了，肯定是要下、啊、就是我们没有接受，对，因为我们这个网站转播呢、嗯、它不是及时的对吧，不是说在这个平台上跟它同步的、嗯、这个总是要下的啊，冲到这，哎，这么长时间没下，是难道我们看看现在，哦，我们可以看看现在两位棋手的这个画面，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哎呦，看看景山，景山玉太九段很痛苦啊，嗯，这种被寄予厚望的时候时刻是吧，没有建功，其实其实压力也是很大的，景山目前在这个日本是手握五冠三大头衔也在手，这三大头衔就是棋圣、名人、北冥坊，棋圣是九连霸，哎，是名人还是本因坊啊？是十连霸吧？还是哪个十连？反正有一个十连霸，有一个九连霸，这么神奇，这么神奇。基本上他两次拿了这个打满，就是拿了七冠，哦，七冠王两次，抢两次全满贯，就是就前几年基本上是无敌的一个状态啊，但现在这个叫令和三羽乌在慢慢冲上来，哦，一力辽。
这个许家元虎丸，这个对他也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力。啊。嗯。但是景山从不管是从这个经验也好，从这个目前的这个冠军数量也好，当之无愧的还是日本的第一人。那这个第一人在这个第三将出台，这个出场哈、啊，没有当主将，那确实，那今这个朴廷桓第二个就上了，这个你 但是他有申真绪呀、啊，啊，是吧？是，其实当主将可能压力会比较大，我感觉啊，很多棋手都是希望能冲在前面先登场的。啊，啊，实在他呢，还是还是走走了，了，还是还走是了。走了，刚才还是在想，他是不是就算了？我也是以为如此。啊，踢，这个后手啊，这都拔成这样了，你看看，还是要补，这个没办法。这个我们预测的几乎是没有区别对，的，定。并白棋就拐住吧，这个棋不要再闹了，哦，刚才这个是151手，为什么他要暂停一下？刚才要暂停，不是暂停，就是网站转播的时候要暂停一下，上车。这样的是吗？这个意思我这怎么半天没有落子？刚才没注意手是速。这个意思，这个棋就是说现在啊，这个尖肯定想尖啊，但我觉得白棋啊就别闹了算了，因为你现在拐啊，黑棋它肯定也是中间和你搞一搞事儿。嗯，这个棋虽然说它可能这个很大，但是白的如果这样下，就稳稳的就把棋局就拿下对啊。对，这你要是尖一个的吧，就是说肯定也是先手，因为你这过来也受不了，但是嗯，就是感觉有点不给面子，但也有可能尖，尖是绝心，这个看看老米吧，嗯，现在你如果黑棋硬的话，那白棋就得了，还是尖那再连回去。尖黑棋，你觉得有点过了是吗？就是不可能，就是可能强迫黑棋不下看了，看黑棋怎么选择。对，就是你这步棋吧，有一点怎么说呢？反正如果是黑棋被尖，我要估不要计追就，熊扣的感觉是不是？对，挡住了，你看他还是尖到了，然后再把这边补守住。还是要尖的正好，这个尖和贴，他就下一步有虎嘛，对啊，白棋下一这步。样子更好，是不是？也行吧，尖也也行，没有什么问题，也行，对吧？这个和外围的厚薄也差不多，就是将来这有个点先手，但是可能也无所谓，现在白棋没有什么有风险的地方吗？我们帮他看没有，看。这个地方断没有用，你这断就是白棋这走种哪儿都行，棋真是不能再，打这个也行。总不能再翻车了。打这个也行，就打哪个都行，无所谓，这个太简单了，没关系，这都没有棋，没有什么。补到这儿，看看黑棋。现在主要是黑棋出的有点多，盘面应该都不够了，现嗯，在的情况。还在进行。也是很不情愿啊，因为。对。四连胜，四连胜确实已经是日本队在东京杯最好的成绩。日本是在第7届拿过一次冠军，之后有2次亚军，就是他这个之前2次亚军，就拿冠军之后，这个第8届开始到上一届为止，全部都是第3名，对吧？一直都是在有点这个陪跑的感觉啊。这一届这个日本已经是至少不会是垫底了。脱离这个终结了垫底的这个尴尬，这个所以景山还是立了大功。就不听王瑞老师介绍，我都不知道景山这么神奇，什嗯，么各种9连霸、10连霸的，就是是吗？对啊，就是不知道，你对这个日本的赛事没怎么关注是没吧？有对，因为我跟他下的时候，关键我还赢了，这个原来你要说这句话 所以我确实。所以我们说，这个确实是中国棋手这个厚度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哎，我看前两天我是看到，有一位我们那个数据达人整理了一个那个就中日韩三国职业棋手年龄分布图，就我们职业棋手的数量来说，其实都差不多，就是现役的，但是年龄上来说，就是中国棋手就是最多的人数还是集中在20岁到29岁这个年龄层，日本棋手是集中在40岁到49岁，就职业棋手最多的人数啊，那我不属于这个，但因为我们这几年因为入段这个入段人数一下激增嘛，一年都有30-40位棋手，职业棋手的产生，所以一下子扩充了这个年轻的力量。确实，对，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棋手，不管是从年龄分布来说，还有从这个棋力结构来说，我们确实是很厚的，很厚实的。这个，但是现在有时候一个围棋比赛是这样子的，你像这个擂台赛也好，世界大赛也好，它就需要有一个超级明星就可以了，是吧？确实，所以现在我们说韩国，刚才说韩国队现在目前只剩下申真谞，但也不能掉以但是轻心，确你实。很难说最后究竟鹿死谁手，真的的很确，难讲，的对确。吧？你就包括这个农心战，这个农心杯之前面几届，那时候我们知道是李昌镐九段，那真的是太一神夫勇当了，关是太神勇了啊！擂台英雄，吧？就凭他一己之力就带领韩国队连夺了多少届，都是完全就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就他一个人下是吗？就是一个人赢。就后面一个人连胜，前面不管你下成什么样，他后面一个人就可以帮你一杆清台了，就太神奇了。确实。长哦，那白棋又得意了。那这先手走到把中间再守住，对，那就太开就心是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农心杯就开玩笑说，韩国队其实只需要有李昌镐在，剩下的可以请这个什么金喜善啊，什了。么，金喜善，金喜善，这个是吧？都可以上场，可以请4位这个美女明星上场，这样的是吧？开玩笑了。就当年这个李昌镐九段，他也就太神勇了。确实，尖，好，搞，打劫，打劫，哎，打劫算了，不打劫了，算了算算了，没必要，了。没必要，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中间尖一个，把这个地方问题补住，或者再尖一个，这个猜测一下，哪个？这个还是这个，这个吧，不这一定，两个大，哪个大？哪个大？应该是这个大的话应该肯定还是尖这个大，因为黑的尖是先手，当然就是这个尖的话，把自己的唯一还薄的地方补住，比较稳，不知道。老米的风格估计还是抢这个，感觉。现在也是棋盘越来越小啊，这个离重点越来越近了。看他是走哪个？对，先看他走哪个，我们先可以点一下目。12、13、14。80，黑棋有85目对，棋，黑棋在这边还是增加了一些目数。对，黑棋大概有85对，目但现是在，白棋中府也在长目。白的中府如果是上面那块棋，你我刚们才是点上的边七是十四十五，二，好像刚是才一共是75嘛？你在中间四十二，你中间再四十二加加一上些。这个24，当然是66，对吧？66，然后中间现在等于黑棋盘面有19目的一个优势，现在这块不没算，算中没间算的中情况间，下。现在的话，白棋这里5目肯定是确定的，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就现在尖一个17、18、19，那就是盘面，你只平要目尖一个盘平面平后，目啊，所以就这个地方只要围但这住，点你点了吗？点了你点点了，的黑就棋黑在棋哪里？尖的话，你就算他尖了尖的挡挡住，对，尖的哦。挡的靠啊。因为白棋是不是还在中间围一个稳妥？求稳。尖肯定是，
最大的，因为是逆收官子嘛，嗯，黑的尖了靠收一下还是比较愉快。对，看看白棋还没有落啊，白棋应该是靠，你靠一下，啊，这里定型，也就靠一下，可嗯。能，嗯。虽然有优势比较明显，但是他也是担心啊，还是得对担呀、啊，心。这个下棋是这样子，你优势再大，有的时候你嗯，翻车的也都说99%翻车的也不是没有啊，所以是，这一定要小心。这时候靠一个，嗯，还靠是一要个，专注一些。靠一个的话，就是他觉得这样围住效率更高一点，就嗯，是味道差一些。如果搬的话，就短。断。确实气也不是很，嗯，也行，好像也是成立的，问题不大。我现在看着都担这心担心挺担心的，其实有没有这个必要啊？我觉 刚才其实小尖一个得，可以了，他要可以，收的这么狠哈，不给面子。对，给面子。但是也确实是也不怕他，你如果确打实也我不就怕，跑。嗯，这米听九段是觉得这不是面子，就说这根本就没棋是吧？嗯，就断就可以了。你因为他这边还跟这边有关系，对，是还不有是？关系，对，跟这个死活有关系，对，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嗯，可以。就老米他这边看清了他的对，棋，他还看是特别清楚狠，了，他下的很特别狠。你看他这里尖，这里他觉得是吧，很清楚啊，现在要是我黑棋，我就先肉一下，他我是看看你怎么动。这样的啊，刚才是跨冲贴，现在黑棋还没下，你是说现在先团一个？对，先肉饼团一个，能退呗，我觉得要我就退一个。就退，你就对，赢了，你要赢了。挡吗？还要对，就算了。退我在街上嘛，我是应该。那我都靠到这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是，其实他那个尖啊，目数不见得便宜，其实不见得 便哦，宜。是这样吗？对，其实你尖的走，他也，就你尖差不多，其嗯，实，景山我还看看，是等一下这里边有什么味道没有啊？没有一个，那将来呢？黑棋要收官就是断一个靠，是吧？对，嗯，退住吧。那这棋你单粘落算了，白棋我就退住退了，对，这吧。样你将来再团我就挡住对，再团我就了。挡住嗯，了这样的话，我们先点一下这五六七八九嗯，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十一十二十一二十二一二十二，比刚才多了一些，多对，了二三十二目，啊，嗯。三十三五二七二八九三十四十四十三四十五，这现在这一块棋黑的白的四十四五，十五，四十五加上刚才的。四十二，87，现在白的87目了。黑的这怎么他也围不出95目吧？对，将来这里白棋黑棋长目，就这里吃一吃是吧？他这里吃就尖一接上，尖，吃我不给你长，哦，还有你接我再挡住。这个他还是顶了，他觉得顶你你要团，团我就他再退，退啊。嗯嗯。他觉得这样味道好，嗯，也行，嗯，也行，也行，对，就是就是这这样亏下，两目，这便宜两目，对，一样。现在黑的就是最后的机会，尖一个。如果说白的一挡，好像有勺可以捡，就 是什么少？我走这个，断，我打吃。我立。你要哦，有个经济独立是吧？那我只对，能吃这个是你不吃是？这个，我尝，这个，我又减少，哎呦，你这个 太厉害了，只能提啊！还真是又被捡到拿了我的拐，了。嗯，我只能提这个。你只能提，我再搬，你只有断了嘛，断我就你立。立了一手气。嗯，
就捡到了。捡到了，嗯，哎，这个如果出奇的话够吗？够了呀，这点够了。现在盘面差不多，我这一出奇，我便宜15目以上肯定。那我看看，那我怎么应呢？我这个你被我这你一撞，我怎么应？我是只能吃吗？你好像吃了团住没起。哦，嗯，吃了可以团这个。黑的好像走不到，他多管一下没有用啊，他多管一下气还是不够，现在就三口气，气还是不够。你吃了团没？不是，我刚才挡这个，你是什么气来的？挡我靠呀！这先打一下，别忘了。我就打你，想到之前打是吧？对，你挡的时候，嗯嗯嗯，然后你立这个，我不立啊，我打吃啊，啊、哦，打劫，打了一般，嗯嗯，打这个劫，嗯，这打劫了，打劫就不一定了，这劫那是黑的，这劫才对呀，啊，嗯，对，就这个应该小米没问题吧？嗯，现在就是说现在退一点点也可以，就是当然挡住肯定，就是这里有一段打了团。也只能有这个办法，好像是吧？就打到团最好，只能是，就是如果断的话，一打对一团住，嗯嗯嗯，这个没棋了，这样对没棋，管这个长，嗯，里面是没棋的，对啊，当然就是说你这时候呢，你不挡你猴一个吧，也行，嗯嗯，猴一个也行，就是当时现在白、啊、现在好像实战黑棋已经小尖了，嗯，看。白棋怎么补？对，现在就是最后的这个地方了。白棋只要这个地方不要出问题，猴好像也目数也不亏啊。王老师，其实猴跟靠段差不多是吧？目数应该是一样的。哦，你看老米更稳。老米说你别，你别这个有点、啊、哎，这个棋有点意思啊。嗯、啊，对不起，就是。你别、嗯、断了你的念想、嗯、是吧？ 对, 对，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看见了、嗯、看见了，稳，这样的话肯定稍微亏一点啊。你看现在我看到这部球，我就想看看米玉婷九段的表情。你看米玉婷九段这个面带神秘的微笑，嗯，说我就补到这儿了是吧，你看着办。嗯，这个还是稳的，就是因为确实现在差距的话不是这一两目能追得上，主要是 嗯, 嗯，盘面现在差不多。这个黑棋稳，不粘了，稳稳住了，那应该问题不大。黑棋很配合我们直播呀，还主要还是不肯，毕竟还是农心杯这个，这要是普通的一个，这每他每赢一局，这个都是创造历史。对，嗯，对，还是挺可惜的。其实前面。布局的话我觉得黑的还是挺顺的，嗯，现在的话黑棋就在想一下白棋会犯错的可能，现在白棋这里犯不了错了，已经补回去了，补到这里了，现在太后然后就是杜绝一切的这个因素是吧，然后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的话犯错的也不太可能了，我感觉黑棋现在就是中间，就是这先走一个，然后你团，然后走这个，那这时候你白棋应该不能再走了，你再走太臭太小了嘛，你肯定就这种收官了嘛，就是这种。嗯。但是我将来就是看看这儿走一走有没有点东西，但是也没什么东西。嗯。感觉你很有这个翻盘的经验啊，很有翻盘的经验。什么？就是只能这样去想一想，就是。就白棋只有这有可能有问题，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你今天也没什么用，因为这个地方黑的气紧，白总是挖不断的嘛， 嗯, 嗯，别的地方都定型了，那不就只有中间这里嘛，就是、嗯、这个棋，就是如果从大小上来说的话肯定黑的现在尖住这个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棋肯定还是尖这个比较大，走这个搏一搏，走了是吧？这因为这步棋不大，这步棋你看目数一共就一二三四五目棋，嗯，就白的走的话，黑的大概也有一目，嗯，就等于其实就是后手四目，嗯，这个地方白棋随便走走，肯定也不止后手四目，所以走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策略是吧？对，应该是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对，嗯，制造一些可能性，比如说你这期你要不走，将来搬一个，搬了一长。
当然有点做梦，就是比如说你白棋这边你要补一个，然后挤，我就捡到勺子了，当然不太可能，就是白棋肯定这边没棋，但是应该没什么太大棋，好像还好，但这个挤确实不见得看得见，这不个是你挤，我打吃呢。我长啊。哦，不是，我打吃呀，那我可以粘这个，那我就提出去了。那你这亏一点，亏了一些啊，嗯，亏好几目。对，这白黑棋肯定得在这想办法。你看吧，一会儿肯定你肯白棋肯定黑棋肯定在这想办法。那白棋挡这个，挡这个的话是，挡这个，但你收两目棋。就是黑的，如果爬一下挡一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就是现在黑你挡一个和黑的冲了搬粘是一样的，就没意义。但是黑的好像收官可以小飞一个，稍微好一点点。但小飞它顶，其实差不多。这个挡不挡好像无所谓。对，嗯，你看顶了，看，来了吧？还是在中间要它这个地方造一就是。些味道。对，它这个地方就是，如果这些有子儿，它搬的长出来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冲断黑白棋气还所是以说，现在其实黑棋与那个景山还是不一直在想办法，也那没有肯完全定，没有放弃，那肯定，这不能轻易放弃，没有放弃，这我能还可不以能，抢救。肯定不能轻易放弃。退住了，退住的话应该没棋了，退住的话白棋这个地方的味道就没了。目数稍微亏一点，可以。对，看到像女一星九段这个神色还是很比较轻松的，我感觉，嗯，就是在等待这个胜利的时刻啊。但景是山还是，这个一对比啊，你看从嗯，这个表情真的都可以看出这个形势的，对吧？对，因为优势顶的完情以况。后，他一退的话，这里彻底没棋了，可能也断了景山的一些念想吧。女一星九段也是去年2021年我们中国唯一一位获得世界冠军的棋手，后买河北。然后国内是两个亚军，就一直状态还是在线的。现在最还大在的应该坚黑持。棋猴了挡住，反正这里对。你要单尖的话被挤一下，现在可以猴一下，那这一下其实黑的也便宜，稍微都让一点点也没事儿，现在，如果说我们看判断那个形势，嗯，白棋盘面都接近的话，是这吧？对。去掉。这肯定是这里最大了，嗯，哦，这个搬粘也不小，王岩老师，搬砖哈，对，搬砖。因为白棋搬粘完以后打吃这断先生，这个黑得补进去，就先手三目，当然还这个大，这个走的话就白的走黑棋硬，黑的，如果现在我们简单定型一下，如果这样走，那么白棋把这个搬粘了，黑的把这个含住，然后白棋这样，像是这样点一下目，这样收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进行。93目多一点点，黑棋现在。那白棋刚才我们判断已经也有接近90目。90，白棋90，黑棋三目，盘面三目，对，龙心杯呢是韩国规则贴6目半，这6目半，对，嗯。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最终结果也许是就是3、4目棋的嗯，这个一个差距哈，对，
但对高手来说，下到现在这个阶段，这个三四目棋其实就确实是很难追赶。嗯、对，很难追赶。嗯，这个冲掉，好，这里冲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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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还是要收这个。这个棋搬粘的话，等于是白的少两目，黑的少一目，就是先手三目搬粘，逆收三目。啊，三目？对，不是四目吗？三目，你搬粘我就挡住，我就这黑的这少了一目棋嘛，白的多了两目、啊。你说这个搬粘是先手相当于？那对，先手三目，嗯，那这个偷了挡应该不止先手三目，就白的就算大飞一个，嗯，也肯定比那边大多了。五六。嗯，正常还是走上边啊？对，黑的现在最好还是走上边，这里。那现在的两个，就是这边和这里是现在目前最大的两个官司。嗯，嗯这里要定型是。这里没有意义，就是、啊、搬了就退，对吧？对你因为这边一般我也就粘是一样的，对，就这是没有区别，嗯。然后他还是搬粘这个了，嗯，搬粘这个呢，白棋的大飞还是可以大飞的。不，没有什么问题。哇，就吃一个。嗯，这个地方因为黑的气是紧的嘛，对，没有断点。嗯，小飞着，稳住，稳住，对，稳健。嗯、能靠住吗？能靠吗？能吧？这现在黑棋还有什么不能的吗？现在靠住，捡你勺，打进来。打他从后面，对啊，这个敢打吗？不，别别了吧，别别了，别了。但是现在是大飞没毛病啊，我就是说大飞更好、啊。对，大飞没有一点的问题，这套住你还难受一会儿，不过就退吧，也没事儿，就是问题也不大。就是我就算退的话，也不会比上面那个地方小，就是。嗯对吧？你要退的话，黑棋那至少眼见的黑的少了这二四目棋，嗯，对吧？也至少先手四目，冲了一下，打将可能是打将，对，扛住。现在下到现在这个阶段，感觉米玉婷应该也进入读秒了吧？应该进入不了、嗯，应该进入不了，但没关系，他一分钟的对，六十秒一步，六十秒一步、啊。现在这个格局没有问题啊，六、嗯、十秒一步应该是够的。对，六十秒一步其实因为没有特别复杂的那个对杀呀、啊、什么的，对，需要计算的地方。官司。而且刚才我们的判断，黑这个还是有不小的优势，是吧？三现在可能又便宜一点，现在如果比刚才还好一些，嗯，白棋现在可能也就盘面最多也就三目棋。现在主要黑的要走这儿的话，白的虎这个成为先手了。嗯，这个棋，他还有可能粘在这儿收。这样打完，这你将来还得补一个。对，这还有一目。对，但是他打这个也行，就是这样打完以后，将来你还有可能补回去这个地方。对，嗯，反正白黑白棋现在是比较好收。对。哎，结束了。刚才两位棋手已经、嗯、结束了，对、嗯、起身了，确实是不够，嗯。那么就是我看看他最后是，就是冲完挡了之后，啊、嗯、对，冲完挡了之后，对、嗯、这个景山九段认为确实是，确实是没有办法了，对，这个、不好、嗯、不好再继续了哈，确实这个机会比较渺茫，嗯，嗯，啊。这个景山九段我们看到这个实时画面还是在和身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在探讨啊啊！你看这他的招牌动作下完棋之后、啊、这是招牌动作对我老看见他在做这个动作、啊、其实他赢了之后也是这样啊嗯，老米跑得很快这怎么感觉一溜烟就跑了呢这吞、啊、这跑得这么快嗯获胜了啊！或者明年就可以休息一下，准备明天的赛事，啊、是吧？明天确实，啊、明天是一场恶战呀、嗯！明天就是韩国棋手登擂了。对，韩国因为就剩下一位棋手申真旭九段，这个
我们也知道现在申真旭太强了啊，确实确实，就谁碰上他都不好对付。但我看好像他先在韩国输了两盘呢，输给袁胜珍好像。对对对，也并非不可战胜。对，其实也没有那么 对, 对，也不要太那个、太迷信，是不是啊？确实确实啊，只要不是 AI，其实大家都有机会。对，我也觉得对。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啊，也是请浩洋老师也是帮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盘棋。这盘棋的话，开局其实我觉得景山还是有备而来吧。我感觉就是选择对角小目的话，还是比较新颖的开局。可能老闵对此也没有什么准备。然后后面就是我觉得刚开始这个搬白棋还是挺想搬的。就后来一直我觉得被打得厉害挺难受的，不过这个倒无所谓啊，就是我觉得关键数是在白棋落后是这步尖，就是我觉得布局上处于下风是这步尖的，我觉得这步尖显然不如这步挡的这个更为实在，对，是开局的一个分歧点。对对，就从这个尖开始呢，我觉得一下子就是可能我代入感比较强，就如果下白棋我会觉得很难受，被黑棋这样连回来以后一直在抢夺实地。白棋的棋还是比较虚，其实、那个、对，有点落空的感觉。对，所以这步尖我觉得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疑问吧。然后黑棋走完这个之后感觉，然后包括后来白棋逼住，当然逼住和这个尖顶应该是一个间合的啊，然后后来老闵选择帮了打争先手的这个下法，我也比较，就是我肯定不会这么走，我觉得让白的还是黑棋比较舒服吧，就实地和后卫都挺厚的，本来立的话黑的还没活毕竟主要是抢都先手完了，其实也没什么争夺什么，其实就争到了一个这个打，那这个打和这个人家实战景山的这个拆二本来也是剑合的一个棋就后来打吃白的黑的拆二爬了飞出来，飞到这儿白的跳黑的打拔的时候，下身当时那样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其实我觉得白棋的布局应该还是感觉稍微速度有一点有点慢、啊、还是处于下风吧处于下风然后后来通过这个地方的作战呢，我觉得双方差不多，就是好像突然让我感觉到老闵找到了一定的调子就是我觉得找到了一定调子我觉得黑棋出问题呢是出在这个飞，就当初我认为的这步贴、这个这样这什么都没有这白棋有一个飞这样的棋这个棋我觉得黑的这步贴啊是非常有味道非常有味道，如果说白的接上发现的一步好点，那么我这个地方其实我有贴，我这个地方没有点，我其实随时我就回来了，我就随时我就连回家了，对吧，我将来跳完你这个棋形还是不好，你大概要挤，但你挤的时候呢我就自己虎一手这样的话将来这些棋呢就全都是我的权利，我的棋形也比较的完整，也不会像后来被白棋加了长以后飞过来这样去围住这个现在虎其实白的这已经围不住了，其实这里黑棋就是花一手棋是很有价值的，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其实后面黑的也花了一手棋，大家如果细心的话其实你走成这样对吧，实战这白棋顶一个好棋好形好形，对对，然后黑的只能挤住，然后被白的这一夹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手段它实战单退它走这个，然后长完之后呢其实白的实战是飞嘛，就补一个补一个完了之后，其实黑的正常来说这步飞其实一直都是挺大的一手棋如果黑的选择这样飞一个和当初如果贴了虎相比的话就差多了，贴了虎的话这边随时你走目数很多，而且连的没有毛病，现在这地方黑的你想自己连的可能都不是很舒服，对，然后包括这上面的棋形也差了不少，等于这个地方你的突然感觉你这个本来是先手这怎么多了个子，就突然感觉棋形效率上差了一些，其实同样是黑棋现在落了后手一样手数是一样 手数是一样的，对，那么跟刚才这个直接贴了虎了相比，对，我觉得如果对经对比这边白棋也少一手棋而且很薄，白棋现在这里应该我觉得这个形应该是比实战要好的对，实战我觉得景山从这个飞开始，就这棋我看到这儿我第一感我觉得就黑的这一贴很润实战的话感觉下完这个局部的定型尤其从这个加尖顶对加之后对闵行九段这个渐入佳境，就是我感觉找到了一个调子，就是老闵下棋的调子，本来如果黑的把这个地方一走
就感觉黑子白老米这个调子可能找不到，就比较担心。嗯，像这样以后，就突然感觉后来下完以后，包括黑棋后来这一顶啊，这一顶感觉是致命的一个白招。我觉得如果这一顶如果把这个飞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漫长的一个局面。对，这个顶的时候白棋是飞过来了，是吧？对，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要飞过来这棋黑棋。嗯嗯，这顶一个明显是有问题的，可能跟时间紧有关系吧，当时读秒了，就比较担心。嗯，像这样以后，就突然感觉后来下完以后，包括黑棋后来这一顶啊，这一顶感觉是致命的一个败仗。我觉得如果这一顶如果把这个飞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漫长的一个局面。对，这个顶的时候白棋是飞过来了，是吧？对，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要飞过来这棋黑棋。嗯嗯，这顶一个明显是有问题的，可能跟时间紧有关系吧。当时读秒了，但他顶的，当然黑棋当时也是想瞄着中这几个白子，对对吧？对，但他后来瞄也没瞄对，他跳完他应该跳出来，跳完挤的跳出来，他是连着的。哎，实际上他一扳，结果后来被白棋抓住机会，老米这一断，一断的时候这棋差不多就。嗯，其实就景山应该就不行了，因为断完以后我觉得黑棋明显是不太好。嗯嗯，然后不好之后他这个寻求机会去打劫啊，但打劫劫争的转换呢，黑棋好像也不便宜。对，因为转换完以后确实也已经不够了，确实已经不够了。老米后面下的定型还是比较简明的，也没有去强杀他，就选择了飞完，就是对他当时小尖看起来想要、哦、想要去对这个想要去杀棋的时候，但他就是一转身又开始收控。对，其实当时比较明智。对，当时我就觉得这就是飞完就收控应该就行了。对，很明智的选择。对，对，没有必要去强杀这个黑棋。后来这个棋走完以后，一直差不多就是盘面差不多，可能盘面差不多的棋。对，后面白棋就一直是一个安全运转的状态。安全运转，对对，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吧，后来发挥。哎，后来黑棋好像这个全局机会不大，是吧？对对，包括本来想在这一代想要去拼搏一下，拼搏一下，但是嗯，所以我就觉得黑棋这盘棋吧，景山第一这个地方这一飞，好像让自己调子乱了一点，嗯，然后在读秒的声中，这一顶可能是他一个败仗，我觉得，嗯，啊，如果飞过来，当时我其实还比较看好黑棋，黑棋实地还是蛮多的，我觉得。对。嗯，后来顶完，主要这一扳被断死断开以后，就等于什么也没走着。嗯，这步棋，这被白的飞过来，中间还是被白的穿过来，这个地方亏的比较多。是的。嗯，就这两步棋吧。嗯嗯，也不容易啊，景山九段，景山九段现在还是因为89年出生，其实甚至是一位80后的棋手，嗯，是吧？嗯，在现在这个越来越年轻化的棋坛上来说，也可以称为一位老将了。确实。米玉婷九段也比他要年轻。7岁啊，哦，嗯，那也是不容易，不容易，这个，对，哦，所以景山现在目前还能够守住日本第一人的位置，是吧？嗯，包括这个，其实他特别忙，你像他有这个手握这么多头衔，哦，还要参加这种各类的活动啊，哦，我觉得他确实能够维持自己的这种状态啊，也是不容易啊，嗯。嗯，但是这盘棋我们还是我们的米玉婷发挥更胜一筹，是不是？嗯，没错，嗯，确实。拿下了这个，他们是在2015年在农心杯上有过一次这个对局，当时米玉婷九段是输掉了，啊，输掉了。那么这盘也相当于是他自己在这个比赛上一个，啊，复仇了，啊，对吧？啊，所以呢，也是恭喜米玉婷九段啊，为我们中国队拿下了这个关键的一胜。嗯，那明天这个重头戏，确实啊，米玉婷九段这个将会迎战，韩国的第一人申真旭九段，这个是可能对。本届农心杯最终的冠军走势也是有影响的。如果说能够战胜的话，那中国队再夺冠的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明天很关键。确实，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解说这盘棋解说就到这里，感谢浩洋老师啊，我们一起这个关注了非常精彩的一局棋。那么明天同一时间还将继续直播农心杯的直播，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好，再见。嗯。